是 Rebel， 今天是2017年4月1号，会考前的最后一天，4月1号，高雄站。我看一下时间，10:05，首班车是3140次，进入屏东线。高雄嘉义的88+87微笑号区间测，微笑号圈测，停靠在高雄站。那上一篇就把那你的这首 rap。我在高雄站拍摄的微笑号圈测，3317次。现在还在新竹，很多。现在本车还在新竹站，对吧？所以我不用着急，对吧？就是我信号刚走，然后就接着一台800来高雄站，对吧？我不用担心了耶，因为我终于又可以拍火车了，对吧？我还刚刚很担心不能拍，那个这些影片都白费了，因为我超开心的，就那一片不能删除而已啊，是吧？我不知道是哪一个，应该是562吧，我记不清楚，还是17，我忘记了。反正我下圈车，188+187，准备实力高雄站。那下一片就把那你们的这首 rap 了。